清明节现在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。什么现象？就是几代人纪念的方式不一样。是吗？妈妈带着女儿和小外孙一块儿给老伴上坟去。那这个老妈妈老太太到坟地前一看见自己的老伴没呢，肯定痛哭流涕。是是，老大孩子发大就老了。您等，您好，您不至于啊。你说你走你也不带着点我呀。嗨，带着您一块过去我也不跟你去。嗨，还是不敢去。到女儿就不一样了。女儿为什么呢？女儿就慢慢的说，爸呵，您放心，你瞧妈跟我都挺好的。小外孙今年都七岁了。您在天堂好好安息。呵，这边啊有我跟女婿在。爸您放心。这是这一代人的解读。您这不能好好说话吗？那你别管。好，到小外孙就不一样了。听听小外孙吧。这小朋友没见过老爷。妈妈妈妈，哥，地里边住的是谁呀？他问住，别住着，不是住的，这是你姥爷。姥爷。这姥爷呀。姥爷怎么上那里边去了？姥爷出来呀。就出不来。出来出来，这别叫他，你别叫。行了行了行，好。是是是，他一出来大伙都跑了啊。这小朋友啊，童言无忌。我再给你出一条，就还有素材。现代清明节嘿，烧纸人纸钱纸马，本身这就有点倒退，有点落后了。居然还有人往那边干嘛？烧纸糊的 iPhone 8。呵，你说这不多余吗？这怎么叫多余呢？咱们这边是 iPhone 8，那边怎么样？是 iPhone 10。您说这话就没有根据。有根据啊。什么根据呢？你想一想，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在那边呢。嗨，你再想一想。还有啊，那边要是有了智能手机，他们用什么软件？这边用什么，那边用什么？比如说啊，那边是不是有什么呀？嗡嗡打车。什么叫嗡嗡打车呀？你想那边发出那声音。这叫嗡嗡打车。嗡嗡打车啊，做这题好不好？您这题特别的好。你们想想，把清明节啊祭扫这些怪现象组成一段相声。行，这相声就什么就写一段相声。这素材还不好啊？一个炒菜的啊，给你说俩过清明节的事儿，你就敢写一相声？不，这跟炒菜的没关。不用听他的，有我在呢。有你在管什么？谁不知道我陈宇小聪明？我一拍脑袋，多少说相声比不了我呀？比不了你。咱不写这，不写这。那今儿不弄这个？这还有人没发言呢。那个保洁孙姐没发言呢，把她给忘了。对，那让孙姐再说两句，是吧？哟，孙姐来了。孙姐在这儿呢。孙姐给你出几个题。还给我出题啊？要写相声，就写那反腐倡廉的。这是大题呀，好不好？这太好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最近我看一报纸，我心里这难受。有什么报纸啊？说有这么一个人啊，贪污。贪污。个人名下多啊，百八十套楼房。嚯，一个人百八十套。你仔细想一想啊，你的名下要是有一百多套楼房，好家伙，这就不是一百多套房了。那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一个小区呀。您听听，一个人住一个小区。你一个人住一小区，真是晚上睡觉你不害怕吗？你这害怕什么呀？这要是进去一歹徒，进去都找不着他，那哪儿找的？您想想。我说这意思。我明白您这意思。明白没明白？这好，这题材我给你先出个小引子。按照这反腐倡廉好好想想。没问题。反腐倡廉这种题材啊不好写，但是我们呢认认真真弄成好相声。停，怎么一听保洁说话你也弄一下？不是，跟谁没关系。我告诉你啊，别说了。怎么了？有我在呢，我这一拍脑袋好几个点子不比他那个强啊。你的意思这也不弄？没说不弄啊。那是什么意思呀？明天。这今天弄什么呀？ 这还有人没发言呢。还谁没？李丁还没发言呢。李丁没发言呢。那赶紧这咱鼓鼓掌让李丁发发言呗。我对他也说。那我说两句，我说两句啊。你这我说两句。您先等会儿吧。您这是干什么？这李丁习惯行动，那我说两句，我说两句啊！您把那手放下再说。行，那我说两句，我说两句。这叫干您这哈，腿也别动换呀。那我说两句，我说两句啊！干嘛不动换不成是吗？那我说两句，我说两句啊！好嘛，为了露着牙，下面颏都没了是吗？那我正式开始说。您就说两句吧。行，那我跟你们说两句啊。我呀，不这么着不成是吧？我觉得说就
刚才这几位啊，嗯，说的都特别好啊，都不错。这几个题儿，嗯，都能写成一段好相声。啊，这神说的对啊，只要一句一句的对，对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敲，没错，您就一定能写出好的相声来。我的发言完了。没错，太好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李丁说的这个就是咱们相声演员的工匠精神。是吗？那当然是了。刚才那李丁那说对了，人说的很好啊。我告诉你陈全，哎，你就得向李丁学习，就用他这样的工匠精神，嗯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，对，一句一句的敲，没错，我就能写出好相声来。李丁怎么说相声，你就得怎么说相声。李丁怎么说相声，就怎么说相声。对呀，那我明白了，你得学他呀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学的。没错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不是你，你等会儿，你先来，你先等会儿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哎，陈一成，我是这样吗？啊，我哪有这样？我给你照张相好不好？讲点这什么人呢？这是。